面是有高压电的，所以你看这个才封起来，然后这个不，你看按都不让你按，当然这是为了乘客安全才这样的。而且我发现这个连接器好像有比一般的还要再那个再宽再大，而且如果你仔细看的话，你可以发现这个它就像那个区间车边组与边组的连接处一样。如果我开闪光灯的话，等一下开给你们看。因为开闪光灯的话，你会发现它中间就没有那个塑胶布，